1分钟将你清洗空调。取出撑角，分别塞入空调两边，撑开空调底部，接着安装接水罩。注意空调长度不一样，只需调整弹性橡皮筋就可以了。插入接水管，顶部盖上毛巾，打开空调盖子，取出过滤网并清洗干净。 均匀喷上空调清洗剂，等待2分钟，使清洗剂发挥效果。接着使用3款专用刷子开始清洁，有效地提高清洗效果哟。过水时，上面部分调成散雾状。冲洗风轮的时候，用水柱状冲洗，合理利用工具，使清洗变得更简单。你学会了吗？